家好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。我刚从美国的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。浓眉大眼加上瓜子脸，韩星范儿十足的吴珊如可以算得上是标准美女一枚。一直以来，吴珊如都是网络关注度极高的星二代之一，也频频有传言称吴宗宪有意携女儿以父女档亮相主持，但吴宗宪对于女儿却向来保护有加。直到此次女儿荧屏处女秀，宪哥也忍不住现场亲临指导。你们聊聊，没有脸子，这样聊聊，互相聊聊聊聊聊。要，你也会跟观众讲一下。所以有很多人，其实真是很多人。女成副业自然有不一般的先天优势，只不过要想摆脱平爹的第一印象，小妮子还得靠自己来走漫漫星途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